no place to go。我觉得可能我第二首歌编曲，我觉得应该没问题，只不过说是对我的方向是出现问题了，就是我们玩的痕迹有点多。这里面的歌单，你看看这其实是一部分而已，之前都有些东西都已经被 pass 掉了。对，体力也累，心也累，休息的时间就很少。基本上都是在磨棚、在棚里和再去棚的路上，从来都没有如此的认真去对待一件事，因为在这个舞台上的歌手们都是业余的高手，如何在这里获得现场观众对你的认可，如何成功，这个是一个过程。我现在唯一要做的，我觉得要调整我自己的心情。我应该在这个舞台上，应该好好的去享受它。你要听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。